午安，大家好吼！来节目一开始呢，咱要邀请中国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，这是帮尤里太太来点播天童主演唱的歌曲。这首歌叫做《萨克啊，曲子纳驾酒来做伴》。感谢啊！这首好听的歌曲哈，啊，这是讲是大理板桥呢，咱就为李太太所点播啊。这首的歌曲讲了做《梦雾之恋》哈，这是天童主所唱。
即马要来甲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，全部由着咱秀山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，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-0500-6688。节目有点小李阿星，小李姚人，在咱线上来甲咱做这个诚恳的服务。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，咱伫咧下晡呢，这是3点到5点哈。在咱台北、新北家人，咱拢收听得到，这是家人轻松电台 FM96.9。大台北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.3， 在咱大台中全球电台 FM92.5， 大台南爱乡电台 FM90.7， 高雄甲屏东南方之音 FM89.3。以上咱这电台呢，下来甲咱做着这个联合的播送。另外，在咱这个 FB 呢，台湾俱乐部的粉丝也有啊，咱现场节目的直播哈。好来，感谢。来，感谢啊！今晚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啦，拜六时啊，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。2021年4月24号，今仔日是礼拜六哈。今仔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，这个叫做东北部、北部所在有云，也阁是局部短暂雨啦哈。其他所在拢侪云到好天。也过到过了后呢，这个午后西半部山区有云，同款有局部一挂雷阵雨。故日行到3月13号，那气温的方面，对北到南温度啊，咱这是差不多20度到31度哈。这咱天气状况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。来，感谢啊，今晚就来甲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，开始来甲看新闻。来，咱特别报新闻的进程有缘来甲咱讲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哈，今仔日吼有6例啊，境外移入。这六个境外移入分别来自菲律宾、印度、印尼啦吼、另外一个本土的吼，这个华航的机师，这即马目前为止足复杂的，看无啥有，唔知伊咧写啥物话歌。后礼拜如果若有较详细吼，会报告咱这个补充吼，再过来补充吼，甲咱报告啦吼。这技术都飞来飞去，然后回来隔离3天，3天内底到底有去倒无啥种种，所以这莫怪啊，伫遐咧讲袂清楚，讲这到底倒位，无要紧啦，咱着家己本身家己做好，防疫做好就好啊。咱这个家己吼注意着点啦，家己注意着点。这个6例吼，这个境外移入的吼，这咱。是确定吼，无问题吼，这无问题啦，这确定是6例啦吼。来，甲咱听众朋友要来做报告吼。咱今仔日有看到一篇这个新闻消息呢。这个新闻消息报安那呢？报讲因中国人就对啦。这个有一个组织，其实他嘛袂当算啥物组织，你特别是敢那讲伫网络吼。有组一个团体啊，大家伫网络底下咧耍迄个网络游戏，类似安尼吧。特别是讲像咱台湾的什么 APP 啦，什么什么什么网红之类的吼。讲吼无意中吼去破习近平因查囝的资料，对网络处理安尼。个人的资料。嘿，讲安尼袂得啦吼，安尼讲去有强匪啊，甲掠去判14年。因老母吼气甲吼。讲吼，要含习近平吼，安尼拼到底是唔，伊唔是讲习近平啦，要含迄个政府拼到底了，只要一个有迄个啥，有一条命伫个话就对啦吼。即讲咱来个看嘛吼，一篇个报道咱来个看嘛吼。你讲中国即个强匪头啊，习近平因查囝去用个泄露个人的资料啦。伫今仔日23日吼，经过二审来宣判。这应该是昨昏判的吼，听你讲昨昏这个二审宣判的时阵吼，讲想咧做出来，拢无
唔敢红知影啦吼。啊，广东省莫名市啊，莫名市就对啊啦吼。诶，法院伫被告，包括律师，包括厝诶人，包括相关诶人员，拢无通知，拢不在场诶情形之下吼，理性吼想咧做出安尼就对啊啦。同我来个判官吼，今年才22岁。啊，这个案件的主嫌犯姓吴啦，吴廷武就对啊，吼，维持一审的判决14年的谈判。啊，那其他23名被告分别吼，我那被判1年到4年不等啊。吴廷武的老母知影讲，因后生被判这重，伊嘛知影讲，因后生是去用硬拗落的，冤枉的。伊强调了讲，伊。哪个吼有一条性命条的话，就对了，绝对吼含这个国家吼拼到底就对了啦吼。习近平因查囝叫做习明定呢，这个习明定伊的个人资料，讲有一道伫海外的网站叫人家公布出来了，公开甲公布出来吼。啊，这个广东啊无名网站吼，警察因为去抓袂到海外这个。曝光吼，习近平因查囝个人资料的人就对啊啦，煞大伫因中国吼，就开始掠分享这件消息，的一个组织吼，伊叫做“二俗危机”啦吼，内底有24名成员，这可能是啥物内底啥物吼，算网络一个团体的名吼，因中国啦吼。安尼简单听有啦，都唔是伊铺的啦，啊，转达尔啦，伊是去甲转达分享安尼啦。啊，外国吼，普的人掠无，掠袂到，同我掠国内人拄少，你知无？啊，这跟台湾，我那有共款对啦，对啦。中国普的你也无在条去甲掠，啊，就掠台湾分享的呀。啊，台湾，只要台湾分享，这又跟咱像也无啥代志。无较重啦，你若有准则讲有定罪，袂较重啦。我那意思，判到14年了，这上恐怖啊，14年。啊，这其中吼啊，有一个维护员，就是咱拄只咧讲迄个网站的。维护员吼，伊个名叫做吼吴廷武啦。啊，这个吴廷武吼，被中国警方甲指控讲伊是主谋啦。2020年的12月30日一审吼，伊就讲这个人专门咧找代志咧闹代志，包括伊就这个人吼是侵犯公民个人的消息啦，吼，包括吼非法经营3项罪名，甲判14年啦。已经啊，关了到今仔日啦吼，已经当外去啊。当外的期间就对啊啦吼，拢有传出讲这个吴廷武就对啊吼，伫内面叫姜伟啊爬啦弄啦，讲安尼扩大性交啦。美国之音的报道咧讲吴廷武的老母伫离心，伫要开庭的进程，曾经有去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荷兰。水电水书啊，这欧盟的外交官啦，伊讲吼，我就是希望要将这个真实的消息吼，传送给国家的第一的领导人知影，让伊知影讲，这囡仔确实都是被冤枉的安尼啦。啊，因对着吴廷武等人吼，遭受着判刑吼，的案情表示真关心注意啦。啊，并且吼，甲问讲伊有啥物款的诉求，问讲吴廷伟妈妈有啥物款的诉求。另外，大纪元报道，吴廷伟的妈妈伫20日吼，接到吴廷伟的代理律师吼之一啦，嘛是吼，本身是这个北京的人权律师，这个叫做包良君啦，卡一通电话给伊啦，讲李信的判决已经判了啊啦。伊才知影讲，原来因后生李信的判决已经判了啊。伊讲吼，这有够矛盾的啦！李信咧判决的过程当中，连因厝的人、因妈妈、连因律师拢无向通知，拢无人知讲因后生今仔日伫法院要宣判安尼啦，讲想咧做出安尼惊人知影安尼啦。啊，而且吼，吴廷武嘛无好到法庭去听初判决拢无呢，全世界都无这款的判决啦。无半个人知影讲，今仔日要判过来，安尼甲宣判讲，伊着判14年啊，安尼啦。讲靠咧，法院咧判罪判即个刑安尼啦。根据了解规定的进程，包良君这律师啦，包括因后生啦吼，王武就对啊啦吼，昨昏已经被即、這个天顶内底的即个国保人员吼，讲对冒名，讲甲带走啊啦吼，迄广东的一个所在，法院的所在啦吼。
啊，包良君二十二斤伊阴暗吼，较打伫网络发布一句话尔尔啦，伊讲我承认我弱小啦吼，真弱小就对啊吼。我嘛承认，我无咧人改变啦。啊，即、這个囡仔可怜，安尼啦，甲讲安尼尔啦。啊，吴廷武因老母伫今仔日知影讲啊，离心维持原本啊，即、這个地方法院十四档的判决直接咧讲讲哦，即、這个判决上冤枉伊啊。我也无想到讲吼，离心啊，佫无纠正因家己的错误，包括我的囡仔在内，二十四个囡仔全部吼拢去用掠去吼做即个替罪的羊啊，就对啊啦。啊！伊咧讲讲海外已经冇人站出来讲，即个代志是因做的，啊，毋是阮后生因做的啦吼。含即群人完全拢无关系，嘛拢已经承认啦，但是因就是不纠正因家己的错误啦。吴廷武的老母直接讲吼，这是一个真严重欺压人权、糟蹋法律的做法啦。重新咧讲讲，这是冤枉的，讲只要伊哪个有性命啦。有生命，有一开这个生命条的吼，绝对会含面拼到底啦吼，这是安尼。这吼，只好咱讲一句话尔啦，上叫你爱分享。第一点，第二点，上叫你要做中国人啊。就是安尼尔吼，所以咱常常伫节目中咧讲嘛吼，讲咱若咧用这个群组啦，还是用这个 LINE 啦，还是这个 FB 啥种种有诶无诶，你看到一寡有诶无诶消息，毋免急要去分享遐啦。吼、哦，你无需要分享，因为个消息其实我讲真诶，网络界已经打出来啊，吼、哦，差不多大家有咧耍网络拢已经知啊啦，大概头大家拢已经看到啊，啊，大家拢看到个消息，你去遐分享要创啥？即、這个姓吴诶，即个有冤枉着，咱讲事实诶啦，吼、哦，分享即个习近平诶后诶查囝伊诶个人资料，即确实咱讲真诶，你搁伫民主国家着唔着？你今仔老人甲蔡英文伊诶私人诶个资着着？甲打上网络。你讲咱的警察会抓袂？当然嘛是，嘛是同款会抓啊，对不对？我无。你讲啊，总统，总统应该想嘛吼。啊，你若甲蔡英文因兜的大大小小人，去甲搭去网络顶面伊的个人资料，咱台湾政府嘛是会查办呐。啊，但是如果若是万一搭的人是共匪啊，就是外国人，是外国人是共匪啊，迄边的人搭的，啊，咱台湾这边只你有一个网站去甲分享。借问咧，会抓你这个网站的人咧？咱嘛是照常会抓，只是要判重啦。啊，过来去一点，伊讲伊咪内底了去用酷刑啦，哦，去予人家扩大成交啦，啥物种种，咱台湾即嘛是袂即个代志。所以网络这个物件吼，啊，尤其你这个佫发生伫共匪啊这边，刷落去你的对象佫是习近平伊的查囝，你明知这个习近平这共匪啊头因查囝见不得人啊。你明知的啊，明知他这个不能曝光嘛，不能给人家看到嘛。是啊，你搁加分享啊，无怪要甲伊抓啊，刷落去你判到重的。因后因老母咧话完，弄你若讲判安尼上重，安尼我着个人替因老母讲两句话。因老母咧讲，因后生是冤枉的，哪有冤枉？啊，你着确实你的网站着真正分享出来啊。无甲你冤枉，但是判重这是共匪伊的责任啦。是，对不对？那就是伫个共匪独裁国家，就是责重。啊！你着自家哩赔钱咧。啊！伫咱台湾呢，你若是黑白分享消息，是到警察走来你家，你敢会使骂讲？啊！你这毋独裁国家，你这毋共匪国家，无迄个代志，哦，无迄个代志，吼。即个咱人无代志，拢卖黑白分享。你伫美国嘛是同款咧。是。美国嘅网络吼，因有关键字出现嘅时阵，美国嘅即个做啥咧？因个国安人员着去注意你嘅消息。啊！你嘅消息若是讲有鼓吹犯罪啦，啥物种种，美国国安人员嘛是会去抓。是。同款抓，啊！你讲无啊？我即共分享嘅啊，即也毋是我下啦。照常同款，哦，我那同款即是判有罪，只是未像强去判家咧，无差无少安尼尔啦。简单讲就是安尼啦。无啦，即摆吼问题，咱爱知影就是讲。拄只阿星讲个拢大行对啦吼，啊，咱嘛知影讲即群人，伊甲习近平因即个啥，因查囝个即个个人资料吼，铺伫网络互人知影，毋是咧甲娱乐啦，毋是咧讲吼，阮伟大个即个啥国家主席吼，因查囝吼资料吼，讲我伫那两岸那咧，替咱中国人吼出国去进攻啦吼，去吼救助吼，无数个即个啥善车国家去做偌济好，但毋是咧保遐啦，无啦。绝对一定是要好闹开的啦！我知啦，但是你就算讲甲铺开足亮眼就对，铺甲开足我那袂使。你像戴志颖这个查囡仔，戴志颖这个名太红，拍篮球、拍羽毛球、拍羽毛球，戴志颖嘛，这查囡仔替咱台湾，你看争偌济金牌，对不对嘛？啊，是毋是一个足牛的查囡仔？嗯，真厉害。啊，你甲这个查囡仔的成绩、战绩安尼甲铺，讲非常不简单，了下面，甲个人资料。
甲播出来，意思讲，意思讲，伊交交偌济男朋友，毋是，就比如讲，伊个身份证号码啦，伊到住伫倒位啦，伊个电话号码啦，私人个个资，迄叫个资啦，个资啦。你敢播这个，安尼会使袂？袂使，袂使，袂使。戴主任嘛是会生气啊，伊嘛是讲，我摕金牌是我拍拼，这是咱你要搞个乐观的。但是你搞到我个人的资料播出来，对唔对啊？所以这是无差别的，但是简单讲，强威啊遐。就是要给你判重刑啊，你都好判就好啊啦，嘿啦，你乖乖就出来啊啦，免烦恼啦。哎，妈妈找啊一个啊，有效无效？无路用啦，无路用嘛。所以咱我常常咧讲，那伊这个中共吼，甲判十四年哦，因为我闹咧假释啦，啊，但是假释个当好几当后，假释当下无咱唔知。我感觉讲这个姓吴的这个吼，你得保庇保庇，卖去关系伫内底安尼就好啦。对啦，大概是。有一条命关出来就好啦。系啦系啦系啦，对啦，啊，咱就用这个来做嘿。不是共产国家分享派，李明哲讲出来啊！李明哲，什么人啊？李明哲我知啦，啊是讲李明哲这个到将士嘛，拢无人在咧帮啊。啊，关几冬啊？哦，关足久啊，关至少嘛。凊彩嘛有三年啊，两三冬啊，三五三年有啊啦吼。有啊，当时要出来无，拢也唔知影，拢无听到因某伫国内咧去讲啊。即马听伊讲，因某迄边遐有受到中国迄边的威胁。哎，讲来个讲来个，当台湾欧北讲恁李明哲伫咧这里做啥？伫中国去开会了，对？哎，听讲是安尼啦，所以因某也禁声了，对。汇率甲汇率甲，咱袂当个讲伊汇率。袂使，哎，袂使。啊，所以汇率甲啊，这个含欧德同款啊。所以吼，这个含古早吼有，反正就是欧德的嘛。有。欧德你掠人嘛，我甲你掠起来嘛。甲你掠开，对，我甲你讲，你茫讲，警察知哦。你若去报警察，我就甲你吼，某咪人镜头夺起起来。啊，本来就是啊。啊，无甲你耳仔夺起来，叫好你安尼哦。啊，本来无人就做笑话咧讲，政府哪帮派，啊帮派哪恶道，啊帮派就恶道啊。帮派佫有当时啊袂当照顾恶道。哦。帮派，譬如讲亚林啊，咱五六个做诶帮派。嗯。但是你是毋是算作恶道？啊，无够行情诶啦。你听无？哎，意思就是安尼啦吼，所以。好啦，这个代志大概就是安尼啦吼。啊，强匪阿头习近平伊一大项物件都拢装咧禁参，迄个叫做迄间报迄个什么人啊？江泽民哦、喔，不是啊？迄个叫做温家宝。温家宝，温家宝要为着要怀念因老母，写一篇文章，参这都甲禁起来咧。迄内底干那一两篇啊，也一两句啊，写了互伊看了袂爽的。就甲你禁起来啊！温家公平正义啊！温家宝都得到这种的待遇啊！恁其他的人，遐死中国啊！恁是要当做啥货？温家宝讲，反正去讲一句歹听，佫做好运的，要叫我哭泣。啊，佫无要哭泣的，是干那家伊文章遐个删掉尔吼，对唔对？哈，好啦，啊，咱家己本身伫民主国家咧享受民主自由，有哪爱记得民主自由，有哪有一个界线伫咧？嗯，就是安那，有诶无诶消息，卖家己他妈无代无志，他妈分享，无必要啦，吼！啊，你像我咧这边咧报，我那得爱看有对诶消息较通报咧，无看到我嘛唔敢报咧，对唔对？吼，啊，嗯，啊咧来进广告，来，好，咱先来进一个广告，啊，两面再搁倒转来吼，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。好来好，多谢你。我就是本来就是要食迄款品质倒老的啊，我头家要一组啦吼，啊食起来好呀，好伊吼，好伊即马吼，我本来咧捧工嘛吼，拢暗时啊拢会迄个，会看那要安怎讲发炎就对啊，啊会使讲逐个月都有诶啦，啊拢吼半暝啊拢用迄个半暝啊，迄哪迄个。膀胱发炎也是偌艰苦呢，是。哦，会酸啊，要放放无好啊，腹肚强要逼破啊。哦，迄真艰苦滴嘿。哎，迄嘛食好呀。安尼哦。搁一项吼，救脚筋呐。嘿嘿。救脚筋也好呀。啊，我甲伊报吼，阮小妹啊，叫阮小妹啊。哎是。阮小妹啊，爱扫吼，扫到无人敢咪做伙三年外。哎。我讲哦，你爱检查，讲有啊，我去伫病院检查，讲我是迄个。气管发炎了，啊嘛食袂好啊，是，啊人逐个拢会惊讲伊是气的，你敢知影？我小妹仔食好啊，他甲我讲伊瘦甲下腰足啊，食伊罐一组吼，食三罐外尔，就讲伊吼，迄个有感觉好较好安尼啊，是，哎呀，我你继续食，伊即嘛佫有继续咧食，哎呀，
真正恁的产品最好用的啦，是啦。阮翁无吼，拍卡唱，或者是安那白开吼，拢一直哦做好拍卡唱。哦哦。伊拍卡唱唔是一个安尼哦，拢有够久哦，是拢泡够久。啊，佮食那食着迄款西医的药啊无吼，拢会口乌啊。哎，苦乌啊，炖乌啊，拢爱个炖家有医生看咧。是是。哎、欸，阿妈拢食好伊啊，真正恁的产品都好用啊。欸、我嘛该介绍介绍。哦，安尼哦，多谢你吼。哎、欸。啊，你想你本身就是本来就是讲你买家己要输赢的嘛吼。对啊。啊，后来就是恁小妹。哎、欸，我小妹。啊，包括吼、哦，恁先生吼、哦。佮比我较严重诶、哦，包药主要包三年外，我都唔知影哦。伊咧上班嘛，哦。为你那咧扫吼，那冻袂掉吼，上大出来倒，嘿啦嘿啦，我做困了女性朋友诶呢嘿。嘿啊，啊，我都唔知影，阿姨卡尾啊吼，食好，他家我讲讲。哦。哦，我早听你诶话吼，我就是走遐久啊。嘿嘿。啊，我有报伊只，伊讲，吼，你迄个已经讲大根病因都看袂使啊，那有可能诶，迄个食会使。嘿嘿。啊！你食看卖啊嘛，啊！伊食三罐罐尔，就敲电话讲感恩咯，我真正倒好伊安尼，安尼啊，嘿啊。哦，安尼，算讲安尼，我那安尼真感谢你呢，恁有安尼，你咧搞阮收听节目咧，搞阮吼啊，叫咱的产品，我嘛感谢你啦。今麦我只嘛一个，甲你今麦甲你灌二三十罐啦。是是，嘿。哎呀，伊甲我讲吼，恁的产品真那袂歹用，讲伊真那过敏啦。我甲伊讲，你真那食许多山会好啦，因为吼。伊个，你啊看伊个产品哦，大家拢有人，大家拢有人咧做只见证，你食看卖啊，我去甲问，是是，有较好啊，是，哎，啊，直接这样，即问你，你遐是徛伫对呾吼？我徛伫新学街，遮阳区。哦，遮阳新学街就对啊啦吼。对，啊，你即马去，因为你到你嘛，包括你啦，包括你个小妹吼，包括恁先生拢已经吼。食好去啊嘛吼，啊你来去继续使用嘿，啊，阮两个真正哦，两年外无咧使用啊，哦，真正哦，咧膀胱哦，哦，真正上迄个是困觉，就是咧膀胱下的皮肚倒啦，是，哎，真正你要倒落去哦，我平均就倒了啊，得一厘多啊，一厘配暖啊，无配暖哦，拢一厘那熬遐嘛，对啦吼，哎呀，暗时要困哦，真正做困觉。啊，你得爱个继续保养吼，继续保养吼，对咱人的身体拢有真好帮助啦吼。是哈，你老在这样皮嘛，叫做。当然啦，迄做一人欢迎的吼，皮肤啦，包括头毛啦吼，拢有做好欢迎啦，包括头毛安尼。对啊对啊，哎呀，是是。产品未歹啊。好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好，安尼感谢你哈。好，多谢。好，非常感谢哈，感谢咱从许多时代台湾人苦劳背接棒哈，单小姐，咱姚玲哈，改做访问的就对了哈。呀，单小姐讲的我免阁重复啊，迄个讲的就对了哈哈。好，詹小姐，姓詹哈，詹小姐哈。哎，这姚玲问啊足清楚，阿姨啊，甲咱讲到有够清楚了对。所以从许多许多山二十几年啊，这真正啊，有效就是有效的啦。吼、哦，啊！你个会顺呢？有啥物种个即个身体辛苦白疼个对啦？吼、哦，迄拢无要紧，无要紧。伊头拄讲个遐辛苦白疼有够侪种个咧，家己食好报销物吼，啊，佮报伊个朋友安尼，逐个咧食，逐个结果拢家说多谢，讲感谢哦，你报我食即个物件。所以洪师大，咱是正现场讲即个电话你甲拍一下，吼、哦，甲拍一下对吼，啊，甲拍一下。若无了解，你佮问一下详细个对，这是上介好个见证个对，感谢。0800-0500-668，0800-0500-668，安尼是非常的感谢。0800-0500-668吼，伊是咱总这边付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吼。来，咱即摆一道呢，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的朋友呢，咱除加上三罐以外，咱还佫有提供侪侪的精品，要来互朋友做挑选。要十罐的朋友呢，你会当甲经一支十四寸，即咱台湾制作里程的电风，你要甲经蒙特娇，伫咱台湾算大品牌吼，啊，即、這个大牌子会保摊啊一领啊，即拢会用一路经金钻不沾草，过一支32公分宽，你要甲经圣山公司另外有30粒，算个保顺健惠安素喜乐清金里边30粒，即拢会用一，咱一道经一行为原则啦吼。啊、另外一处呢，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呢，这个五罐的朋友呢，都加上一罐以外，咱赶快就提供侪侪精品，要来好朋友做挑选。要五罐的朋友呢，你当下经啊，这个三米六保温杯一支，
离别个景吼啊，即、這个白沙湾区过一条金盘王旁侧半打金无换季的洗头毛巾一罐，无换季的洗衫巾一包吼，咱拢会用一路吼啊，这是道经一项未完成吼。来啊，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0800-0500-668吼，这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。来接了，咱要请很多朋友坐来欣赏这首歌曲，这是谢的啊，甲志军合唱的一首歌，讲叫做《红星牡丹》。
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，吼，这个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，吼。啊，咱今仔日啊拜六呢，明仔载礼拜日咱节目停困一天，但是咱依然有咧送货哦。咱如果那是讲伫这个，咱啊一旦吼伫这个七点进前缴费的朋友吼，啊，咱一旦利用七点进前来做缴费啦，吼。来，非常的感谢。来接落来吼，咱要来甲听众朋友吼啊报一篇吼比较吼较轻松的啦吼。啊，即最近这段期间来吼，对拜到拜五吼，哦，拢安尼变变叫。啊，咱知影吼啊，即、这个伫咱台南啊，包括吼伫即个家人吼，当然足侪关系啦吼，拢有足侪一寡好食物啊，好食的物件啦吼。好食的上好。有、嗯。啊，咱今仔日有看到这个报纸报讲吼，嘉南市市长吼一撮路专工吼走来到台南，啊，找台南市的市长啦吼。嗯。啊，讲两个人伫遐咧 PK 好食物啊吼。来找台南市的市长。嘿啦，讲咧比赛讲吼，到底是嘉南的物件好吃，还是吼台南的物件好吃啦？我甲你讲，诶、欸，若要讲食的这个物件，恁尽量去比话去、嗯嗯嗯，但是千万唔通学迄个黄伟田。嗯嗯嗯唔通学伊顶下卡禁止食薰、哦，我甲迄、那个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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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迄、那个家人的市长林志坚嘛，好、哦、对不对？林志坚，林友昌啦，林友昌，林志坚是啥啊？林志坚是家人市长迄个新竹的啦，哦，新竹的，爱讲姓林，对啊，林志坚对啊，哦，林志坚哦，林志坚，哎呀，这林友昌啦，我知伊是伊只是志坚对啦，啊，姓林嘛，唔是我真正袂记起来啦。友昌我知啦，友昌啊，高雄的嘛，友昌友昌的，系啦，高雄江下区嘛，友昌嘛，我咧做定的友昌。来，我来讲，你这林友昌来咱台南，要来看咱的好食物，欢迎欢迎，嗯嗯嗯，非常欢迎，因为新竹听伊讲贡丸米粉吼。差不多大家讲拢讲会出。家人，家人。啊，家家家家。你那不是命，混唔掉去。啊，无就倒。迄个啥，所在嘛，佮弄唔掉去。是的，因为最近阿先阿等咧计划一件代志，要恁阿知影啦吼。特别坐火车有无吼？啊，按算十八点钟内底吼，坐即个做火车要转台湾，要佮考一年安尼啦。哦，因为你着知影即个代替吼。即顶阵啊出这个大问题了吼，即、可能大家拢咧讲代替爱改革啦。是啊，代替爱改革是有影对啦吼、啊，不如过即个改革吼，我咧甲想，那甲司法改革同款吼，即毋知时间系偌久咱毋知，不如过总是用行动甲表示恁家用咱也负责落台啊嘛，对不对吼？啊，新的即个要做啥呢？新的即个交通部部长有无吼？国财啊，吼、哦国财，嘿，新的交通部部长，王国财，王国财啦。听讲即个人真硬派安尼就对啦吼、啊，做代志真撒开安尼吼，啊，要改革就是需要这种硬派撒开的人，但是真系得要牵涉到啥，你敢知？硬派是有两种的，嘿。是小英迄一派诶，还是真正吼做杀的迄一派？哪许哪许哪许吼？哪许迄个鹰啊，天顶咧飞迄个鹰啊，迄个鹰派了对。啊，所以吼，听伊讲啊吼，这是听伊讲啊，真诶假诶，咱家己去判断啦吼。就是即个王国昌伊即卖起来做交通部部长哈？王国昌上？王国昌就是即卖新诶即个林。你拄啊在讲讲国赛，我感觉你今仔叮当叮当，我看你也是吼，生意外口输一支，还佫入来还好，无一项讲对的啦。人咧讲吐槽嘛，吐一道啊，就好有人吐连续吐要两三道。他拄啊出去无盈利，因为接电话啦，头啊出去啊伫外口接电话啦，啊佫。回一个顺息的，袂记食迄支啦，啊，即无食，是规个头壳拢叮当去，你无看卖啊？哦，安尼就有影有路着。王国才啊，王国才，哎对啊吧，好好。即新的交通部部长吼，啊接任林佳龙啊，吼，林佳龙后壁来，可能啊，佮有其他安排啥，咱不管啊，吼，以后代志啊。啊，即个国才兄听伊讲吼，即个人有个人对伊的评价就两极化啦。啊，有个人讲，这个人办事能力真强，啊，真撒开安尼就对。有人是讲安尼，啊，另外一派人就对伊的这个副将，对处长变成部长都有意见啊，哦，都有意见啊，吼啊，所以伫咧欢迎内底吼，包括民进党呀，对人伫迄个所在，当面的所在咧吵架啦，吼，啊，伫遐咧问东问西安尼，勿紧啊，这立委本来恁的职务就是安尼，但是有一点我要甲明文兄讲一下，明文啊，吼，家己的立委明文啊。你咧讲部长落台，
啊，处长无落台，啊，处长煞变部长，好、哦，这个逻辑伊想袂清楚，伊看无落对啦，哦，都系这咱的迄个叫做名文、啊。我知我知、哦嗯，啊，我想要甲咱这个叫做这个立委哈，立委啦哈，单立委，单立委名文兄吼、哦，要甲你报告者。你伫民进党，恁后生伫瓜分条身躯边，我嘛看无啦。逻辑嘛怪怪，这个逻辑我也看无啦。领导啥物逻辑我也看无啦。啊，搁一项啦，300万囥到会袂去借，迄我搁较看无。可以说他妈即阵那大声。咱啊3000块就对啦。嗯，三千。放伫即个啥火车顶啦，咱就找即个啥，迄、个列车长议论甲对迄、个迄迄边去啊。幺零啊是3000的行情，阿星啊呢30块啦，叫我落伫火车站，要等伊，着搁坐计程车开800去摕转来，你敢知？硬吹嘛，别吹转来。硬吹嘛，别吹转来。对唔对？卖他们的所在堵黑啦，黑人国民党咧插落，国民党去插落。民进党啊，你对人伫遐三八三啊，这个王国才，是甲你得失倒一点呢？唔知影。伊这个人对基层做起啊，30年啊。伊做啥久啊？伫咧代替内底30年。现在听到伊的名。啊，怎要去你改革？你唔得给伊一下时间，对唔对？你从蔡英文人讲输啊改革，那么对2016年讲啊，正是27本破案还袂处理好，对唔对？啊！你何必得安尼呢？啊！你他妈都为了啊！这用人的逻辑我不懂。卖敌人的面头前讲逻辑，恁的逻辑开始真正奇奇怪怪。其实伫咱台湾吼，目前咱看到的这个官员啦，都是正的做工课啦。副的伫边啊吼，准备正的啦，错起来。有诶，去你安尼啦，无啦，啊，都出代志。哎呀，落台诶时阵，啊无唔叫不灵时事诶时阵。对啦，所以唔叫有一句话叫做副将，哎，吼，唔叫有一句话叫做副将。靠，迄个讲部长来落台，了后啥物咧政务处长，啥物种种全部拢总爱对咧落台，啊，那规组都拢无人去啦。啊，你处长我拢也无，你今仔日火车要驶去对，但我处长拢点点，我也无我诶意见。嗯，啥物处长拢总无，啊，忽然间火车出代志诶时阵，正爱落来。我都结束的啊！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所以吼、哦，啊，也是当然啦。这个人见仁见智，有个人无定想讲啊，这一顺一顺了安尼对。但是阿先生个人的感觉，遵照这个一顺是对的。是。吼、哦，单面文的一顺，我就看到敢那唔对。嗯。因为伊用逻辑这两字出来的时阵，我感觉恁的逻辑本来就怪啊。怪怪。我拄只讲嘛。你人是伫民进党，佫是算作大佬级的啊咧，对不对？陈明文安尼算有大佬，大佬大佬，对对对。啊，恁后生甲我囥担迄个红的瓜分条遐，是是。即马佫有底下无啊啦，唔知影。啊，叫店面敢若唔系甚物代志啊？有听讲，听讲无啊。但是你确实有影较早囥底下嘛？有啊，囥上过。对不对？系啊。啊，300万讲赶甲袂结账。对唔对？300万当袂记，即空伫火车顶去往领去。哦，伊出头都济哦。对唔对？包括含迄个脏花罐哦。系啊，啊恁都卖当做，别人会当讲逻辑，你无资格讲逻辑。像阿星啊，像姚林啊，伊都有资格来讲，啥物人娶妻啦，啥物人安怎样啊啦，安那，姚林也有资格去甲批评，讲你安尼对我对不起。阿星啊，就无资格向人讲的。我若讲的人听人的爱笑。哎呀，恁即摆咧讲即个家人含。台南的吃的 PK 呢？啊，因为内面我对300万去啊。不是啊，因为内面有一个黄伟铁，我无啥爱讲伊啊。啊，无你边个想讲啊？伊就是迄个台南的代表就好啊。台南啊，好代表嘛，够衰。啊，迄听讲迄人咧投票出来，我投票来，迄个啥？迄个民调不管啦，电话调查出来。上好是安尼啦，啊那安尼，你敢去民调看卖啊？中正路要改唔改？你敢去民调啊？对啊，对不对啊？其实咧讲迄民调吼，实在讲足无理。无聊，啊！像我现在工作无力呢，那动用国家的机器，嗯，甲这个人已经抹乌家吼，无一人对啊，嗯，啊，然后他讲吼来做一个民调，讲哎，咱要含这人做朋友无？嗯，靠，要这贵大个嘛，未瘾含做朋友。对啊，这个秘书一个小学的老师伫咧上课过程当中，啊，就吼甲所有的同学讲，你们看郑余生呐，嗯。每天不是在那边怎么样讲话闹事啊？怎么样坏同学、坏学生，一直甲同学生闹，甲有一讲个对啦吼。突然间，这个老师讲，哎、欸，咱今仔日来做一个吼民意调查。哎，民调。咱今仔日吼，甲郑医生吼送伫别班去，慢个好，伊继续留伫咱这班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手，大家慢下手，大家慢下手，先用。国家的力量，先用国家的这个啥，一切的机械加这项代志，加这个人已经抹乌加吼，已经伊无当完成啊。
跳落吼淡水溪也洗袂清啊啦，跳落落水溪愈洗愈落啊，啊你然后做一个民调讲，顶下卡袂当食薰好无？大家嘛讲好靠腰啊。即讲较白话，就是即个意思。幼年啊，他写字年遮大年，我感觉你即马进步足济。安怎讲？开始会晓像我安尼登头写字。唔爱直接讲抢话安尼。开始老油条啊，安尼真正对。幼年啊，意思我用较白讲一下。你用国家的机器，当然不是因为条用的啦。是讲长期以来用国家的机器、国家的宣传、用着种种的抹黑甲食薰的人，已经抹黑甲十恶不赦。已经污到安尼了，你卡讲我来做一个民调，讲咱这个超商啦、咖啡啦，啥物种种有诶无诶，顶下卡咱来禁薰，大家你讲好唔好啊？这个民调你免做啊，对啊，你就直接就做个证件咪就好啊嘛，对不对？咱今仔日要甲黄伟廷、黄市长讲啦，你今仔个做一个民调，讲吼全台南市拢袂当搞我袂分啦，大家嘛赞成啦，大家嘛是赞成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证件这你敢唔敢？伊唔要当啦，你敢唔敢？冇，啊，你都当然分是你咧生产的啊，无你有才调，你全台南市拢禁分啊，全部拢禁啊，够有啊，所有的汽车、机车、奥多麦、白气缸，啥物种种，全部拢爱塞死啊，对不对？无你嘛，等于拢袂使舞出来啊。无你要骑出来，要塞出来，因人讲嘛挂一只口罩的。我伊替我借问咧，你去上班，你坐啥物车？袂骑脚踏车吧？你无可能骑脚踏车，你若骑脚踏车，你袂解载。啊是用行？对啊，嘛无可能用行，你绝对坐车无好。准则讲，你去上班坐骑脚踏车啦。你去视察公务的时阵，你坐啥物车啊？你骑脚踏车咧视察公务吗？你无公务吗？你即马安尼讲讲，叫听到我今后礼拜上班，伊会请一顶轿用，叫人用钢的钢去上班。啊，请轿嘛袂使，要去视察公务嘛拢坐轿。人咧钢轿会产生二氧化碳，会喘，知影无？伊嘛产生二氧化碳，哦对唔对？啊，挂黄土面具钢轿安尼会使吧？嘛袂使，黄土面具是干呐过蠕动的物件，吐出来嘛是还佫搞块蠕动。马路啊！所以你看，你报这也无代无志，我他妈讲遐啦。啊，我是要报咱台南的好食物啊，含迄个家人的好食物啊，家人轻松，台南对啊，爱乡，哦，啊，拢有好食物啊来得做交流，我知你袂个大堆野去。等下报一个好啦。无啦，袂有啊啦。马吉啊，我等下要讲迄个金牛，迄较短啦。哎呀，你等下佫报一个，咱先进广告啦。啊，来好。进一个广告了，阿良明再个倒转来吼，0800-0500-0008，盛产公司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来。感谢咱雄狮台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，广告的时间。当然要介绍咱的产品，咱的产品无咱用知识大间斗下手吼，大节目唔免做了着。所以无论咱的产品到底爱人介绍，咱听众朋友听会落去，对咱的产品来甲咱告别，等于食你的身体上的平安，可以顺舒，一个毛病该处理会好，安尼你也好，阿咱也好，安尼就着。啊，这产品若是甲咱买回去食无效就着啦吼，我讲事实就着啦吼，连伊都动个袂做啊，照死啊！所以信任公司产品，你做你放心个食。第一点，保证无杂质，内底物件都滴 OK。第二点，保证你的身体上个滴啦吼，无副作用，安尼就对。接下来，我你身体上会保持着伊个健康，甚至呢，咱过去的毛病伫身上伫遐处理袂完全的时阵，尔也帮忙你做身体上个去处理就对。所以一段时间过，咱慢慢身体上。感觉哎呦，就是轻松起来。你无形中你也感觉，你未去想到你听，你咧食中间就听了，一段时间过了，你感觉哎呦，人咧讲我你最近面色较好啊，啊最近咧安怎安怎啦，拢较顺舒哦。啊无听你咧哎呀，无听你咧啊，我出来运动啊哦哟，对哎，我食石头山，足侪拢安尼，咱足侪过去跟建设建情的人，凶死多，拢是讲伊家己嘛未去吃呢，伊都安戆戆食就对啦。三顿安尼一直食，啊，食到有一天到的时阵来讲，出去我朋友讲，嘿，某咪人啊，你最近是安那？嘿，食到什么碗糕的物件，身体好啊呢？伊家己也唔知啊。所以红丝带、石头山就是爱这个物件。那有需要，伊就去拍电话过来。咱信任公司以石头山为主吼，咱当然有配合的物件吼，啊，像软骨素啦，吼，软骨素这骨头吼，啊，金立明的第二代，这就要过咱目睭，叶黄素到底要加添了。无家己叶黄素啊，目睭直直退化去，尤其这手机啊，你看足严重个对，嘿，免阁讲个报纸报啊，胃病去啊啦吼，哎，啊，所以咱个去了做啥？喜乐通，
希罗通吼，即做滴排便袂顺畅诶，即大肠诶保养了吼，安尼对吼，包括五宝希罗清，啊即就即血液吼，啊个包括咱保顺健，男士朋友需要食诶物件，查甫人家己听我卖咧哈，若出问题你家己知影，就买去转去食吼。血红素保着咱即个病血不足诶所在，就是血红。所以即个血红素吼，从许多间来做，比如你若是有头晕目眩。有感觉讲心肝骨啦，这个所在心肝只直直直直直直，不一定是心脏病哦，不一定是心脏病，有可能欠血有那安尼哦，啊，脚尾拧起起，真正欠血症状就对啦。只要你有听到，吃咱的血红素吼，有够好用，咱讲熟悉就对，有够好用就对吼。所以这个血红素，佮免乎你食济，早暗甚至下昼，佮食两粒、两粒、两粒，一日。吃有六粒，安就可以啊，对。免阁食到足侪啦，啊免食迄食物啦，是食迄落讲啥物要补血啦，迄个废气啊。这上简单、上单纯了，对吼。血红素这边，互你做参考了，对吼。啊，咱现在古时老师要你出去拍电话过来，赶做详细询问哦。0800-0500-668，0800-0500-668。好嘞，感谢哈，咱个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吼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-0500-668，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啊，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吼。后来，这个就做啥呢？头拄啊咧讲到这个家人的市场吼，啊来台南即马是一来呢，还是两边互相安尼滴啊？一来来台南佚佗啦。哦，来咱台南佚佗，欢迎啦吼哈！啊，阮台南物件要食，这真正有影。有当时啊，食的物件都歹讲。唔知有开五十八路啊？不知啊。唔知啊呢。是塞车。这应该就照你讲，那边伊这个做破西瓜有无哈？就是对台湾头吼，啊伊徛到台，迄点我真佩服伊。吼、哦，伊林有昌伊的迄个所谓的年龄啦，吼，虽然伊咪足老啊，我那足少年辈哦，吼、林有昌算也真少年辈，但是咱讲真，伊是用24点钟内底甲徛起來。阮朋友徛这个爱徛两暝三日啦，两暝三日，当然包括伊个洗完头，等于到引导啊，你一定带包落来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啦，要认真讲，伊等于是徛一暝两日啦。哦，伊是徛一暝两日，啊，林有昌是用24点钟就甲完成起来吼。我真正是该配合这个，哦，那边我看到这个新闻，讲哦，安尼话，啊，佫徛维苏巴，迄坐到到地，佫话歹坐，你敢知影？维苏巴咧徛长途的，腰足酸的啦。哦，你后日啊，都爱酸爱酸维苏巴，你就知影吼。好来，咱先和联播国电台做工商插播，工商服务了，下面再个倒转来，好来。
好来，感谢哈！伫咱宁波各电台刚相差播了后，咱阁转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-0500-668，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AM的7点啊，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。无清楚、无了解呢，啊，咱电话甲敲过来，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吼。送货服务，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，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。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，听众朋友。啊，这电话钱呢，啊，拢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哈。啊，咱免客气，电话加沟通，推荐介绍，啊，咱所有优良的产品，咱拢欢迎搭配做购买。啊，这个整产品的部分哈，啊，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，和咱来做询问、做挑选，0800-0500-668。拜六时啊，啊，节目有点小李阿星，小李姚林，伫咱线上来甲咱做新困的服务介绍哈。来，感谢啊，咱今日来做来听歌，听一首好听歌曲，随个倒转来来。来，邀请听众朋友做来欣赏这首的歌曲呢，中和啊，桂先生来点播文工老师演唱的歌曲《孤单的流浪儿》。好嘞，大家共同欣赏哈，《孤单的流浪儿》。好嘞，感谢啊！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播的节目现场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-0500-668。
班哈，拜六时啊，啊，节目有点小点声，小点摇铃，伫咱线上来甲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哈。来，啊，头拄仔迄个林油枪甲吴伟铁啊，无啦，这无啊，要报啊啦，啊，就安尼尔。啊，不讲只啊，咱这边推荐什么物件？啊，嗯，嘛是拢同款，迄个什么蚵仔煎啊，干炒棒，哦，台南的啊，啊，迄个家人的，啊，家人什么红烧。红烧麻麻鱼羹，啊，无了啥物，迄个玉女球，乌球啦，系啦，乌球哦，啊，就安尼，啊，台南是牛肉汤啦，打面啦，系啦，啊，林友昌搁再吼，杀出啥物营养的三明治啦，啊吼，后边吼，台南暗港一道讲啥物，讲吼，无啥人。人知影，而且个台南的名山，讲合作迄个啥？叫做顶下卡金门。不是啦，鲜花，而且个麻米啦，麻米，哎啦，鲜花，哎啦，鲜花的麻米啦，麻是倒一个麻？啊，那麻啊，芝麻。哦，是迄个麻，不是迄种海麻，不是，麻米了，对。冇听过，冇听过。哎，我冇听过，鲜花啊，麻米。哎啦，哦，差不多是安尼。啊，林友昌伊讲，因家人有迄个麻，红烧麻啦，红烧麻鸡啦。哎呦，这我，这个红烧麻鱼鸡啦，红烧麻鱼鸡啦，麻坎鸡啦，麻无上呢。毛也无俗啦，啊是看哪做啦。啊，你想砍价，你想便宜砍价嘛是真好。我知啊，便宜价这咱叫做切切，啊唔偏毛呢。毛砍价是煮啥物款滋味啊？啊，知啊，那不食过，唔知。刚刚无来家人啊，食一味啊看卖，啉油枪啦。等下听众朋友可以入来讲一下，知影。安尼真好啦，甲咱介绍一下，是家人哦，哪个有这个毛鱼价咯？对，毛鱼的价啦，吼。咱若去日本料理店，你要怎啊食一个毛饭，迄偌贵，你敢知啊？哦，迄毛真正贵三三。好啦，来感谢吼，好，安尼这两个都市咧拼，要拼拼济啦，唔是咧拼讲啥物人金门较敖金啦，卖甲来佚佗啦，规家啊都专车专的，家己嘛咧开车，家己咧骑都卖，干部甲规个片啊拢无要紧，啊别人啊那永远就过去安尼，讲到这就搁管啦，啊好来。好，安尼咱即摆咱就来个进行着咱即个拜六时啊下晡呢，啊咱即个第二个单元吼，即个单元就是无所不谈啊啦，只要含台湾有关系代志吼，咱拢会伫即个单元来含大家做一个分享安尼。啊，今仔日要来讲的，这就是咱听众朋友顶日啊吼有咧讲啦，讲台湾有一个女性了对，即个叫金牛啊啦。金牛好啊，这姚玲啊，甲阿星啊讲了吼，这个阿星啊甲姚玲拢去找资料了，对，我叫金牛一个找着三个哩，是，找着三个啦吼，啊，其中呢，应该咧指的是指这位啦，哎，好，应该指的就是指这位，这位是伫林爽文事件当中所出现的金牛，哦，这个金牛了对吼，啊，这个金牛当时伫林爽文这团体内底吼。甲称这个叫做啥金牛，甲称伊叫做啥，你敢不知？神哥，神哥，因为伊的施法就对啦，伊的施法念符啊吼，啊会当让伊林爽文的部队吼，安尼拍落到地，会当讲是安尼，敢若讲拢刀枪不入啦，啊结果有效无效，真正有影无效。该着穿爱死的，该防毒死的，拢毒死了了就对啦吼。好来，安尼咱就来甲讲一下这个林爽文事件当中金牛的这个故事了，对吼。来，感谢。哇，这拄好，好来，转来这边来 ，OK。好来，感谢啊！啊，咱今晚就来甲讲一下台湾书啊，人物不管，无所不谈就对啦吼。咱来甲讲一下这个金牛这位女性就对吼。这个女性当时伫真久以前，几啊百当前，这几啊百当啊吼，这1788年的时阵啊，今晚呢1788年，距离今晚你甲看偌久，200多当前吼。啊，这两百多当中，咱台湾曾经捌发生过一件林爽文大规模的民变，就对，吼，就是大规模起来起义就对啦，吼。林爽文事件，林爽文事件时间发生是1788年就对，吼。这伫大清帝国的迄个年代，吼，你敢起来叛乱，吼，这是株连九族的大罪呢，吼。
啊，但是林爽文呢，是安那伊会接受去，啊，集合出遮济个民众起来，含大清帝国驻台湾的这些兵呢，甲伊车拼呢，真简单，因为当时啊，大清帝国治理台湾的时阵，治甲规个是安尼密密麻麻、歪歌曲串啦。啊，当我是民不聊生吼。啊，大清帝国派来的这些，比如这些官啦吼，啊，包括伫台湾征调的这个所谓的清兵就对啦吼，啊，是因那边派来的清兵吼，苏格兵的清兵，清兵啦吼，就大清的兵就对，无根据啦，就靠国民党打招落来的时阵啊，乱七八糟就对，歪歌曲串，咱来甲看卖吼。林爽文事件爆发的之前，台湾社会存在着这不安定的因素内面有大概归类起来。差不多五项了，对，五项。第一就是安那呢，就是这官员素质不良啦。是。这下早时啊，有人咧讲台湾输一百件大代志吼，有甲咱讲过，迄来台湾做官吼，都无一个好物啊，你讲安尼，全一挂歪歌曲串、里里落落的物件呢吼。第二，官员贪污啦，吼，啊，这国民党我有哪共款？迄较早来的时阵，逐项贪啊，无一块对了，对吼。第三呢，就是讲。即个做官，无论是大官小官，就对好作威作福啦，笑到假假安尼啦。来到咱遮要共安怎，就要共安怎，米行阿爸逐项做就对吼。啊，民众安尼心内不满，吼、哦，即拢总头前，即是大概即几个原因，即是甲民甲官之间的问题。是啊，咱来讲社会问题咧，社会问题就是游民一大堆啦。即马咱写游民，较早写简单讲叫做啥，无头路的人啦。啊，有的是无家可归啦。简单讲，咱用较白话，即卖咧讲叫做失业率上悬，吼，失业率上悬。啊，大家要讨食艰苦安尼啦，吼。佮再来呢，就是兵啊，咱头下讲的是官嘛，啊，即卖来讲兵吼。即个兵呢，会当讲是安尼规四国南山来就对吼，啊，佮后迄个兵啊，讲去开交警啦，是，我讲兵啊咧开交警啦，啊后兵啊咧开记录号安尼就对，规个社会风气是有够歹的歹就对，算经济袂歹，对，啊，佮再来佮发生啥，民间内底呢，黑道啦、帮派啦，一大堆啦。啊，若甲官方有接触的、有交接的，就对。哦，因这人就安尼，伫迄个所在，拄啊好甲官做伙，踮迄个所在咧乱嚣乱骗啊。啊，若是较无细力的两三手，就去用清掉去安尼就对啦吼、哦。所以民间有哪结社，啊，有武甲社会治安真歹。啊，佫再来就是咱拄只讲，因为社会治安歹嘛，族群之间拢夹啥，夹巴搭啦，夹讲推啊，起来咧烧喊安尼就对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这治安无好安尼啦。啊，真正的引爆点就是伫咧1786年，就是林爽文事件要到两年前，一年外前。1786年的1月16号啊，吼、哦，真牛，经16号即天就对啦，吼、哦。这个台湾知府这边者呢，来伫台湾者大量取得迄个所谓的天地会啦，天地会反清复明嘛，这大家拢知影吼、哦。其实咱台湾人讲古早时代咧制作吼、哦、是三日节啦。你知影嘛吼？咱较早嘿，较早叫做三日节就对啦吼、嗯，就是三月初三一天，咱咧制作。啊，后来咧会改成叫做做啥呢？改成这个叫做清明，吼、哦，改做清明，改做四月初五。啊，改做清明，有人讲甲蒋介石有关的，这个人讲个人的，这不管啦吼、哦。但是伫大清帝国迄个时阵就对。台湾人因是用三日节来咧做这个制作，无爱用清明。为什么天地会这边这些人哦，因是反清复明嘛，啊哪会使用清明两字？安尼清就永远伫顶面啦，明就落落来伫下骹啦。用安尼哦，所以因就是继续过这个叫做啥三日节安尼就对哦。所以正港的台湾人咧制作这工应该是三日节安尼啦。好，啊这个叫做啥呢？1786年的正月16号吼。这个大清帝国这边才的台湾知府啊，大量取得到这个天地会啦。是啊，林爽文的阿叔啦、阿伯啦，煞拢去用掠去啦。哦，阿叔甲阿伯拢去用掠去了。对，阿公因是天地会内底领袖级的人物啦，吼、嗯。啊，林爽文安尼就非常不满吼。啊，伫咧1788年的时阵，差一冬外了后，1788年林爽文就要带领着所有不满的人。登高一呼啊，怎安尼也笨蛋也低头起来，怎决定要砍这个大清国的兵啊，开始砍伊输赢反抗安尼吼。当时号称叫来偌济人响应，你敢知？50万人啊！哦，迄种恐怖。拜托个，这是有影无影呢？啊，这无啥可能吧？五万人的话，都人家一个政府变贵啊！系啦，拜。对了，因为无钱嘛。因为迄阵无啥物好诶，军费啥物种种嘛，迄阵。
代清也多，民众嘛也恁多嘛是多啊。啊，这是这林爽文，这咱台南台湾人嘛。哎，台湾。啊，是啊，那边边吼有一个文，孙阿文会当立做吼，甲代清帝国并过的国父林爽文就袂当合作吼，国父因老爸国父的国父啊那个。因为失败啊。啊！但是迄个孙阿文嘛走路嘛失败在迄道啊。我知啊，啊！但是上尾啊，迄道煞叫成功啊，叫捡到啊，叫捡到一个成功啊，系啊。本来历史就是安尼写，今仔日阿生啊，若起来起义两百遍就对，拢失败啦。阿生啊，伫历史上就是倭寇啦，都不是倭寇啦，就是草寇啦。啊，姚林啊，拄啊好迄边拄啊好找到一个时机，起义拄啊成功，姚林啊就变国父啊啦。简单讲来啊，赢的人就有啊啦。啊，输的人就是奸啦，简单讲就是安尼。啊，当时林爽文起来对抗大清帝国的政府的时阵，孙阿文反正嘛还佫交囡仔哦。一七啊，佫唔正经啊，反正连出事嘛，连出事都还袂从政坛嘛，还佫唔是咧，伊条狗，雄雄严安尼，我全斗袂起来。迄阵的孙文伫倒倒也唔知影咧。哦，好来，啊，林爽文伫1788年呢，怎带领着50万的军将吼，响应起来了后呢，开始怎扛这大清帝国大输赢呢吼？啊，历史上甲称为叫做林爽文事件咧，然后林爽文事件，也有人称呼讲林爽文兵变，吼，也有人讲称作兵变，迄无要紧吼。啊，林爽文的事件内底啊，像林爽文啊、庄大典啊、等等这些人，拢算作响叮当的人物。林爽文一个人要安怎带遐济人？是，一个人要安怎攻打一个所在？无可能嘛。所以一定有遐部将就对啦，吼。啊，这内面后这个叫做庄大典啊，什么种种有诶无诶啦，啊，佮有一个什么本什么花哥，我袂记哩啊。迄名真侪，拢总是算作将领就对。啊，大家拍甲对边去安尼，啊，其中啊，这个叫做啥呢？庄大典这个人啊，甲林爽文等等，因后来因为起义失败，怎样阿盖上京要去斩头？向阿盖上京，啊，拢是阿盖上京，拢总阿偌济人呢？22个人啊！啊，当然其他参加的足侪就地就正法啦。是。就地伫台湾，才着斩掉。啊，这个为首的人物，拢总要阿盖去到京城吼，准备要去受审了，就要甲斩头。啊，其中这22个人当中，有的根本就还袂到京城就死啊。嘿。因为安那可能叫寂寞啦，还是安怎样啊？种种有的无吼，所以呢。这22个的重要的要犯当中，其中唯一我敢有一个女性尔，是这名女性叫做金牛。哦，金牛啊，当时啊，历史咧甲写的时阵是写啥？你敢知？写欢呼，金牛欢呼，欢呼。咱较早以前拢讲欢呐，即马叫做原住民呐，吼，即马叫做原住民。欢伯啦，欢伯啦。嘿，古早是用欢礼啦，吼，安尼就照伊安尼讲，叫迄阵即个金牛被称为叫做欢呼金牛。哎。啊，是安那伫咧阿盖22个要犯当中，独独有出现着这名女性。啊，本身又阁是原住民身份，阁是番薄的身份，就对吼。咱即马就来甲讲着，即条做金牛的故事安尼吼。是。好来。头拄啊，简单甲咱报告一下林爽文事件发生的原因啦，吼啊，以及起义的人数非常的多，啊，真无彩吼，尾啊，这个起义是失败啦，吼，是失败吼，啊，失败了后呢，要阿改到京城受审，要斩头的有22名要犯，其中呢，唯一一个女性呢，被称为叫做番夫，就是番薄啦，吼，金牛安尼啦，吼，注意哦，这是因历史安尼记载，写番薄，咱即嘛袂使安尼讲，对啦，即嘛这叫做原住民就对吼，啊，这个了，这所谓的番夫金牛几岁？当时被阿盖的时阵，从掠到的时阵，40岁尔，40岁就对吼，啊，伊是洪山关呐，上淡水虾。从断水下翻就对，是哦，这无啥好读。洪山关上淡水下翻啦，哦，所以淡水较早是伫洪山，啊，尾啊，他一直流对去台北去啊，台北去啊，你个台北赢啊嘞嘞，这个，因为你讲啥啦，是安怎样？伊照你讲，咱台湾人是讲吼顶淡水下，系顶淡水下，下淡水下，下淡水下，顶淡水。顶淡水下伫洪山关，下淡水下伫对点知影？哎，就伫台北，唔是台北，啊无伫倒，伫屏东。哦，屏东啊，哦，屏东有一个下淡水，哦，啊，洪山有一个顶淡水，啊，台北即马是哪个一个淡水？啊，台北迄即个淡水，迄是河，淡水河，迄应该是含迄个即无关的，含即无关的啦吼。安尼简单讲，淡水较早用的是咱南部的，啊，意思就是安尼啦吼。
红沙关顶淡水下的人就对了吼。啊，这个金牛呢，爸阿母啊，真早就过往啊。哦，啊，本身阁无兄弟啊。嗯。啊，伊是因为伊是原住民，人讲叫做平埔族嘛，吼。是。所以呢，伊曾经招这个汉人啊，一个姓洪叫洪彪的啦。洪彪。洪彪啦，彪社会彪，迄个彪就对了吼。啊，洪就三点水一个强啊，吼，这个洪洪彪，伊曾经招洪彪为洪啊。好、哦。咱较早汉人来吼，啊，跟平埔族咧通婚，足侪是用用招的，你知影无？啊，以前台湾即个原住民，诶，即个诶族群就对啊，系系，就是迄个人咧讲迄个母系社会啦，母系社会啦。所以当时红娘曾经招一个汉人，叫做红彪做红啦，结果三年就甲吵死啊啦，唔知咩，这三年后因即个红就过身去啊。以前人较早过用，诶，对，以前较早过用，对对对。一篇迄个研究调查，以前人。拢哈，都四十外岁啊，都活到四十外岁啊，五十外岁啊，过用去的。啊，当然啦，即卖对啦，即卖人年岁愈来愈长，除了讲食食啦、科学啦、营养啦、营养啦，上重要就是医疗、营养啦、医疗、营养安尼啦，吼。以前的古早人，反正闹一个屎就跳伊啊，闹一个屎，我惊生一粒跳我就跳伊。不要严重啦，不要严重哟，生一粒大粒，比头较大粒，无啦。啊，这个叫做红牛吼，曾经啊金牛啦，歹势啦，金牛曾经招一个汉人红彪做红衫，不是金小胖的妈妈哦，不，金牛吼吼，啊三年了呢，这个红衫过往了后吼，当时因两个人并无声音啦，哦，无音啦，所以这个叫做金牛呢，转变又个家己一个人安尼就对啦吼，啊金牛呢，伊伫三十二岁的时阵吼，三十二岁就是还袂招红的之前吼。三十二岁的时候啊，伊曾经啊得到一种怪病啦。啊，到底什么病，无人知影哩。啊，古早你知道病包装吼，伊是无什么咱咧讲的，即个说医疗啦，什么种种。啊，你个病包装，你个这个个个嘛拢赶快拢。那迄个时阵拢是安尼外国起创啦，吼。对，要用药草啦吼。啊，但是呢，伊那那呢，佮是用啥？用莲雾啊。哦，莲雾啊。诶，莲酒安尼就对吼，安尼咧治病就对。诶，啊，结果呢，竟然煞佮治好啦。好。哎，其实迄叫做祖先的免疫能力啦，哎啦，嘿啦，嘿啦，吼，啊，伊怎治好起来啦？啊，这个金牛呢，怎对家己治病？这个吼，我那讲完是原住民的富人啦，叫做槟榔，这个叫做槟榔，哦，这个槟榔甲治好诶，槟榔，嘿，槟榔，不是槟榔灯哦，槟榔，哦，槟榔，嘿，啊，这个槟榔呢，伊本身也要会服，也要维护啊啦，也要做法的对，所以金牛呢，伫咧互伊治好了，怎对伫伊身躯边啊？来学这个画符啊，治病啊，咧吼。啊，这个呢，我那学了两三步七啊，咧吼，佮真正也要替人画符啊，治病啊，咧啦。刷落去，伊佮去找着几本啊，请神治病一切啦。哦，这就不简单啦，这就是念咒语啦，念咒语啦，吼。哎，这他们来，这古早干呐，这两本二起来当开一间便宜。对，这个天意。我怎么咧讲诶？这个天意，这你一般人听无啦。啊，先啊，本身我那听无。但是都是自然的，我都讲出这个天意。都反正念念嘛，对方的病就好啊。对，啊，上尾啊，头壳啥咧硬巴，巴巴的头壳定得好一下哈。好，这个有几本啊？这个请神治病诶，这种经册吼。啊，这过来请经册，啥物人写诶呢？这请神治病，经济是红山人，一个叫林克。哦，林克，林克，嘿嘿哦，林克啦，应该读作林克。克字啊，克啦，克字啊，林克啦，林克一下吼，啊，用这几本册来传给金牛啊呢。是。所以金牛来到这个所在时阵，三十几岁啊，伊已经是当地的人吼。会当讲是真尊重的一个女性了，对，因为伊要做法事，但较早咧讲叫巫婆啦，巫师啊，对啦，叫巫师就对啦，吼，好。啊，金牛呢，原本呢，甲这个林松文呐，啊，也是庄大典，这个人物根本都无熟悉啦，因为伊是汉人嘛，啊，伊是平埔族的嘛，原本都无熟悉。啊，那由我来熟悉呢，咱先进一个广告哈，稍等呢，咱继续来甲讲金牛的故事了，对，好，来感谢。非常感谢咱敬爱乡亲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吼，即嘛是广告时间呐。当然，广告台介绍咱信诚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。许多山这产品就对了吼，啊，咱乡亲多吼，大家拢非常知影。
这是咱信任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看板，的看板，就是许多山了，对。因为咱卖许多山的过程中间就对了，太侪乡亲是话吼，不管是老港姐、查甫、女性，拢总可以，男人、女性拢可以。食咱的产品哦，许多山这产品哦，有够侪，有够侪了，对。所以这许多山哦，和咱乡亲的话，一第一感受就是讲吼。我吃过许多山了，我过去吼已经吃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，有一挂这个毛病在身上就咧产生。啊，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，我医生管，病院甚至拢去检查过了对。结果吼，医生的药啊，在你吃的过程中间无感觉，该艰苦也咧艰苦，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对。这种情形之下，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山了，来给咱挂断伊了。有艰辛在你个食的过程中间，在几个月后，伊会明显感觉讲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着。在不知不觉的中间，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，怎安拢好？许多山不是药，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，对身体上的机。诶，蜻蜓代谢，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诶帮忙提升，所以我这边许多山了，着头到尾有咱台湾俱乐部，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举独秀了，着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。不管老港姐哦，着少年人体质也无好诶人，抵抗力也无好诶人，食这个物件正确个选择。老大人当然。毛病一多，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，啊体质，什么种种拢变化去了。食咱许多山，伊重新会复回倒转来了，对。互你的身体变成感觉讲非常爽快。这是信兰公司许多山这边产品，所以用起的话，更加太聪明，无简单吼。只要你家食看卖咧，尤其是这个时阵了，对。这个病毒太恐怖，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，哦，哎，这足危险。这大家免讲，我免讲，大家想就知影。若无抵抗力量、无免疫能力的人，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，吼，这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，忧心。但是会好，许多山只要看长，两个月啊过去了后，你感觉讲身体无同款，体能、体力。精神活动力拢总无同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，有啥物不了解，你先拍电话过来。当然，咱有软骨素，这骨头金立明的第二代，当然啦、啊，叶黄素，大家话要食迄落，迄落爬索较悬呢。咱第二代就是爬索悬啊，所以说呢，要经过两关的这个制作过程中间就对，靠我多人制作这个相关的爬索。保护目睭，这个金立明的第二代吼，保护目睭一定爱吃的物件吼。所以，咱信兰公司吼，啊，佮有咱的这个喜乐通了滴吼。咱这个喜乐通吼，这是咧过肠啊，肠啊边吼，到底爱清气上哦，肠啊边那是较放咧吼，啊，唔知影中间就这个变成虚弱啊，这大家拢会惊吼，所以特别互咱注意了滴吼。这个喜乐通就是咧吃这个过节肠啊边，肠啊边拉三十只，因为这是全部拢活菌。乳酸菌，好，我见到迄个拉三十几了，伊硬推啊，硬吃，吃吃咧，中间就对啦。咱大便就放放我处理就对。所以阵呀，即无安尼甲处理就对吼。迄肠啊，白遐拉三十几了，对，你无当处理。所以你把这全都研究一波啦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这是咱保护咱这肠啊清气，较袂生一寡这肠啊毛病了对吼。这是喜乐通吼，我报喜乐清，血液哦，红丝带竟然在装病，这个血液哦，按摩。在咱这个血管内底，伫咧流通的中间，你果然全身骨啊，每一条血管就对了，拢爱烧连，啊，是顺啊，全部拢爱通，无通就出毛病啊，无通就代志就大条啊，就对。所以咱的五宝血路清是好你食，伫咧慢慢伫咧未通的中间就对，好你感觉讲，哎呦，这个无什么毛病，人三星的中间就对了，你就滴滴。一直去就对。啊，人的身体上，
人个种种个回忆来通个掉了，你个训练啊，都用一半滴啊，用一半起来滴吼，这是咱五宝喜乐清个掉，食回忆个，互你通个物件吼，啊，袂去落课，袂有胆固醇会有安尼个滴吼，保存紧，咱用起多件才种表。你会呢？较有诶，雄心是大吼。那即个放尿咧出问题吼，安尼你着甲看，拍电话来，甲咱公司叫，啊买转去，啊甲食看嘛呢，互你放尿会较顺畅袂。即若无顺了时间，我爱处理哦，即真费气，即做跌破线了着吼。即特别介绍咱保顺健护理吼，血红素、贫血、雄心素，今日才种比如贫血的人真济啦，但是真济拢找唔到医生啦。不是讲找唔到医生啦，找唔到、吃唔到药啊，对啦，当作感冒啊，就等于找唔到医生啊。变迄个人哦，伊头壳个戆，头壳个晕啊，种种个心肝哦，哎，有阵时啊，窒窒，啊，唔是啊，歹困，安尼就对，啊，唔是啊，歹困啊，脚会麻，脚袂灵机机就对，尤其寒人哦，一定爱惊人。所以像这两天，你若当作是感冒咧，伊个中间就对，迄就等于吃唔到药啊，你都无感冒哩。因为那是贫血所产生的，血不足产生的了，所以吃咱的血红素。日本、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只，台湾的贫血的人哦，太多假啦，女性朋友介济啦，啊，因为较有诶，像许多啊，介济啦，拢贫血就对啦，哦，所以贫血产生的竞争，你若吃西药，叫医生讲看不好，你该当啊吃咱生产公司能够爽，安尼就对啦。不是能够说啦，或者血红素了对啦吼，安尼是对啦吼。所以咱血红素专门咧食贫血一百一种，一旦甲你讲是安尼吼。0800-0500-668，0800-0500-668。在阮庙口四界行，有时来想起阿爸的阴影。亲爱的阿爸，你敢有在听？我会好好来拍拼，思念的歌唱予你听。亲爱的阿爸，顶辛苦予你看，感谢辛苦甲阮请，我永远是你的乖查某仔。在阮庙口四界行，有时来想起阿爸的形影。亲爱的阿爸，你敢有在听？我会好好来拍拼，思念的歌唱予你听。亲爱的阿爸，辛苦予你看，感谢辛苦甲阮请，我永远。
是你的乖查某仔。辛苦甲阮请，我永远是你的乖查某仔。感谢辛苦甲阮请，我永远是你的乖查某仔。好，来继续搁登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，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-0500-668哈。来，咱继续搁来甲讲到这个金牛的故事哈。头拄啊讲金牛32岁时阵得一种怪病啦，啊，结果去学一个富林人吼，即我那欢呼啦，就是即个做原住民的富林人，叫做宾纳呢，安尼甲医好。医好了，这个金牛真用心啊，来学这个画符啊治病吼。啊，结果怎啊安尼加减伫地方上有哪有淡薄啊地位啦？啊，金牛本来呢，甲林爽文啊、庄大典这些人物啊是无熟悉哩咧。伫咧1788年的时阵啊，这个金牛伊伫这个打高岗这个所在，就是高阳岗遮啦吼，伫高阳岗遮，伊咧做法祭神呐。啊，正拄好呢，林大典因呐，这个军队吼，这个部队啊。拄啊，对啊，经过啊，对啊，经过的时阵，这个林大典这个部队吼，拄啊拢得一挂怪病啦。啊，部队内底未少将士吼，听伊讲讲安尼，母甲拢漏屎啦，啊，身体无力啦，人安尼拢三比八落去。啊，怎安尼听伊讲，即摆伫遐咧做法的迄个金牛法术高强，较无要叫伊来试看卖啊。啊，这个金牛吼，一个来安尼咒物念念的，了有啊画画吼，啊，然后画画叫伊啉啉的吼。哎呦，奇怪咧！林大典因遮即官遮个人所得的病哦，煞全好去啦，真正全好去哦。啊，即、这个庄大典啊，一个看讲，哎呦，啊，这真正有特殊的能力哦，怎安尼真正甲邀请金牛来加入因的阵营，而且甲封一个官阶，叫做女军师啦，怎互伊做女军师就好。啊，金牛伫即张了做林爽文兵变当中呢，伊扮演的角色真重要吼。3月初的时阵啊，这个庄大典的后生叫做庄天威啦。庄天威准备要攻打洪山吼，啊，这个庄大典怎甲这个金牛，就是军师讲讲，你敢有法度用这个做啥呢？你的方式，啊，让大家来相信吼，讲众神的庇佑着咱大家刀枪不离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结果呢，这个做啥呢？这个金牛我那真好算呢。这个庄大典甲伊讲讲吼，台湾人吼对郑成功有无吼，拢真少年呐。啊，你哪有法度互伊相信讲郑成功会来斗三江吼？即咱咧阵吼应该无问题。这个金牛一个听完了，怎真正去甲因遮个大将讲讲，根据伊做法甲郑成功落去甲设立做会面了后吼，这个郑成功已经有答应啊，伫咧即场个战书当中会显性助阵呐吼。而且呢，金牛画符啊，准备要互大家身躯都拢戴一张符啊，安尼就对。要创啥？刀枪不入吼。啊，结果呢，这个庄大典的军队就是因后生庄天威带领军队，真正攻破洪山哦。啊，伫咧攻打洪山的时阵，这个金牛伫边啊咧创啥？唔是一人徛伫遐看呢？伊就伫个所在咧做个全手细了了吼。啊，念那个符咒，念啊对边去。结果这场一个阵赢了后，所有的人对金牛的法术吼，哎，真正拢甲相信讲是真的啦。啊，从此以后，只要那庄大典因的部队要攻打倒位的时阵，拢叫金牛
拿一支劍，徛伫咧附近，因看下滴个山頭頂面吼，啊，就伫遐念咒供果，安尼就對，念咒供果。啊，打開始喏是金牛家己呾呾講啦，後來出現一個查甫的伫咧金牛的身軀邊咧講迄個果，迄、那個人小等下才介紹吼。啊，即个所有的，即个所謂的，即個做民兵啊，怎相信講金牛即馬咧請神啊？啊，咱是有神咧鬥三江的，所以呢，吼，即、這個戰爭戰到到底，一個比一個佫較勇安尼啦。啊，但是金牛真正伊有法度互大家刀槍不入嘛？當然不可能啦。不可能。事實上啊，去互槍炮拍死的人一堆啦。啊，即、這个金牛吼，啊，即拍死遐濟人吼，但是即場都只要戰贏吼，啊，金牛就甲因講講，我甲恁講。因会用拍死，唔是我的法力无效，唔是我的符咒无效，是因命该如此安尼啦，命该如此就对。啊，这个人佫真正大家都啊相信佮对平起安尼，拄啊亲像人咧讲啥，你敢唔知报应啊？欸欸、像咧讲报应安尼感觉啦吼。那歹人未死，讲时间也未到啦。啊，歹人若死，就讲你甲看报应来啊，安尼就对啦吼。啊，真正大家心甲啪啪啪安尼吼。啊，对着这个金牛啦，只要存在伫因的身躯边，甲因徛做伙，就会互遮个人的精神上足大的支持安尼吼。多，所以呢，对这个战争啊，会当讲啊，足有大的帮助啦。啊，林爽文啊，透过庄大典知影讲金牛这个人了后呢，林爽文佫特别哦，写一道军令哦，写、一道军令，封这个金牛叫做啥一品夫人啊。哦吼，啊伊无翁呢，讲有那个封作一品夫人，安尼就对吼，甲封起。啊，金牛除了讲法力高强以外，法力高强以外，伊嫁这个就做啥呢？一个叫做林红的人吼，有产生一段家底乱呐。家底乱，咱拄则讲嘛，金牛特别来要烧钱的时阵，这个庄大典拢叫伊去咧半山头啊顶提一面鼓，啊伫遐讲古做法安尼就对吼，啊敢若像迄个咧请神吼，啊要来斗三工。啊，这个就做啥呢？这个林红吼，其实伊就是啥呢？这以前就含这个就做金牛有熟识，这个叫做林红的这个查甫人吼。啊，因两个人呢，伫咧五六年前伫凤山就已经熟识啊，对。啊，伊是认这个金牛做阿姐，哦，认金牛做阿姐，啊，金牛甲认做迄个叫做干弟弟，啊，一个是干姐姐，哦，对对哈，啊，干弟弟甲干姐姐尾啊就干。就很干了啦，吼、就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关系足亲密。啊，伊一方面啦，小弟啦，客啦，客用客大气啊，下尾也客共一条门城啦，都他妈客安尼就对啦，吼、啊，这个做啥呢？这个做林红，这个人原本是对金牛咧二夫就的，对，时间一个久了，两个煞产生感情啦。是。啊，即嘛后来因为林爽文事变开始咧烧钱啊，吼、所以特别烧钱的时阵啊，林红诶、这个金牛呢，第一个所在咧施法。伫个所在咧，会接到做酒令的时阵，这个林红伊就是从啥物行过，林红就负责伫边啊讲歌安尼啦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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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无啦，迄歌迄个你即马咧弄这个声，这个歌迄是歌国开口的，咱台湾开口的唔是咧，哦，啊台湾的是，大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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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，啊唔是啊，唔是咧。嘿，无即走啦，哦，无即走，哎啦，咚咚咚，哎啦，咚咚咚，哎啦，差不多是安尼啦。啊，金牛就伫边啊，遐，我拜家拜家，歹人拢有报应啊，连伊都得要死啊，啊，他们话种种啦吼，啊，好人若钓到是命该如此啦，啊，歹人若钓到叫报应啊，啊，就开始伫遐念啊，对吼，啊，即个做啥咧？这边。后来呢，即林爽文事件去大清帝国甲平乱落来，甲平落来就对吼，因为啊啦，拍到尾啊，听讲内底家己袂下啦，是，听讲林爽文即个部下部将有无吼，有诶去用切换诶啦，啊，有诶是变成尿白啊，就对吼，全输去就对，啊，输去了，咱拄则讲嘛，金牛虽然是一个富人人，是，但是伊伫咧领导阶层内底，伊有哪算作是响叮当诶一号诶人物，啊，所以呢，后来呢。这个叫做林爽文啊，庄大典顶人被阿甘上京的时阵，这个金牛就是伫进来这其中一个啊，你对不对？哦，其中一个吼，变成是林爽文事件当中被阿甘上京受审斩头的唯一的一名女性啊，你对啦吼。安尼甲咱听众朋友报告，这个金牛啊，金牛的记载无介济啦。哦，安尼呐，伫大清帝国迄段期间，咱台湾台湾人去用阿去北京。那个受赞的人，我那边没少没少，咱有咱
当时大清帝国的时阵有三大兵变嘛，当时三大兵变，林爽文其中一件就算作大件吼，嘿，啊朱一贵啦吼，啊另外个有一件叫啥？地条村，吼、哦、好、嗯，三大兵变内底，你甲想看卖看死偌济人？啊，这内面其中就是林爽文内面的这个曾大典吼。伊有用这个金牛，即用迄个信用，嗯、用信用用迷信的这个方式，啊，让伊的人变成刀枪不入、嗯，啊，再到后来义和团都差不多啦。但是足奇怪吼，加、这群人吼、哦，林爽文也好啦，金牛嘛好，咱拄只你讲讲吼，迄个地条村，啊，佮有迄个啥主义鬼，是，民间敢那想要甲服侍神明起来甲拜呢？啊，不王有啊，哦、啊不王，啊不王伫哪来啊有啊？哦，系啊，伫迄个做。咦，迄唔是哪来啦？迄大来来门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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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伊爱来叫，阮较讲得出来。来门啦，嘿啦，伫来门遐啦，有阿伯王主有伊个像，啊，佫有一个窟一窟底啊。无，迄是最近他家用啊，是古。以前都有啊，啊，我那唔是讲足久啦，大概差不多一二十栋啦，一二十栋啊，有主一柜个像，啊，另外啊，佫有主一柜个庙，啊，头前有一窟饲鸭，后来因为禽流感，几啊冬前无一变禽流感最严重，遐鸭拢掠起来了，对，拢无啊吼。掠去煮姜母鸭咧。啊，主一柜呢，阿伯王听讲伊个衫啦，伊个衫尾啊，放伫倒位，你敢知？开山路啦。小城隍的对面呐、啊，伫小城隍对面遐有一个墙啊，遐有一空，啊遐有另外有，我知，你徛过先注意看迄边，拄个对面边，敢那像万应公庙迄，对，遐就是朱一贵阿伯王的衣衫冢啦，迄用就是安尼啊，对啦，迄就是阿伯王的啦，我那拢无人知影，无人听人讲啊，我唔是人哦。无啦，我是讲较早拢毋捌听过啦。伊主意怎着拢知影？拢当作我拢甲当作是偷伫公庙，你毋知影？哦，无，迄个是主意贵，吼、哦，迄个是阿伯、哦欸。啊，所以你若去遐祭拜，会记你讲代志，千万毋通摕阿阿去拜。哦，阿、哦、阿、哦、爸啦，有诶无咧？毋通遐拜安尼吼，迄、是阿伯王诶坑地啊！好，安尼好，安尼今仔甲咱介绍这位台湾算作足伟大诶女性吼，即带领五十万诶军将吼，啊，卡拉靠着一句。看那公子有那什么，他们提他个做做，他做起来嘛，叫做做，哎，都当派呀，哎，都当派，用干那靠酒场的，让我国民党倒啊你嘞，就差不多啦，来啦，来，感谢哈，啊，咱来进一个广告，金牛的故事，咱们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哈，来感谢。广告时间呐，广告咱的产品石头山、花岩玉、多孝、多山顶的山，同款台湾全国，干那咱信山公司唯一有石头山了了，所以听这种朋友，你千万你要认命哦，都要向公司这边遐信山公司台湾俱乐部这边遐来买，靠我头买着咱真真正正的石头山，叫做花岩玉、多孝、多山顶的山吼。咱除了石头山以外，咱阁有两骨锁，吼，还阁有金立明的第二代。包括咱的喜乐通，这排便袂顺畅哦。即马即个时代病吼，足侪人拢排便歹排，甚至呢，迄个肠啊拢出问题。许多山要互人食着食即个许，迄、那个喜个诶喜乐通要互人食着食即个叫啥？排便好顺畅。啊，伫个肠啊内底遐肠啊白啊拉三十只，有乳酸菌即个活菌甲吸收，放放我出去，你有一定的保护，对肠啊有一定的保护，即、这个、一定爱食。保养的物件一定要吃了，对吼。除了这产品以外，还有保顺健，咱男士朋友啊，放尿出问题，迄拢尿不出来问题，吃保顺健吼，血红素吼，啊，吃咱血红素，对这身体上这个病态就对了，有足大足大的这个帮忙。尤其这个血红素吼，啊，特别要介绍咱公司大只吼，真侪人病态哦，伊家己唔知有病态呢。你除了去医生遐抽血做检验了，对。查甫十三，查某十二，那加伊十三十二。一人给一人，你想十八九吼，我迄就变的啦，安尼听无？所以十查甫一定要到十三，查某到十二就对，给伊这拢总变下一群就对。啊，所以给变下你若要去抽，像我一世人也喊你去抽啦，吼安尼。啊，伊孙娘，然头壳咧晕，头壳咧晕，头壳咧疼，啊，当作是感冒啊。啊，伊孙娘，这心脏啊，扎啊，呛，实际上心脏无问题啊。结果查无原因啊，是安尼讲呢？
兵迄个会安尼呢？所以这兵迄有够侪竞争个，对。伫迄个咱个人人体上拢会产生呢，啊，拢当作是八种病个医啦。上重要是感冒啦，感冒歹困啦，啊，暗时啊，暗时啊，困啊，目睭安尼会擦啦，啊，点点擦，啊，凶器大件就拢，即足侪拢是属于是兵迄个一群个，对。啊，当然唔知啊，啊唔知就开始去找医生管啊。啊，医生也无甲你检验这个血到底有够无够啊？啊，嘛是安艰苦，继续咧艰苦，药咧吃嘛是无法度伊了，对。哎，这个是贫血，你血补够都袂啊，就你一家己就消失掉了，对。啊，你若无藏久了，你到底了，对啦？你会变成安那？变成真正白听咧？迄机能也开始就是一日歹，歹了了，对啦？啊，就化嘛，就害啊。所以红细胞干台中朋友血红素没有人家最多的意义就是这个所在了，对吼，这是贫血需要吃的物件了，对吼。所以这些产品啊，有许多三家产品到血红素这产品了，对，是咱信任公司眼睛台中朋友一旦选择的一个正好的一个产品了，对吼。以许多三家产品为主，免疫能力、抵抗力量非常重要，心灵代谢非常重要哦。靠许多山顶这些产品，会当好啊，来顾这身体，和身体会当健康，这是真需要的物件了。你若唔知啊，拍电话过来，跟这详细询问，给你解说个非常详细了。对，快来购买哦，等服用啊，真感谢哈。咱这个全国服务机会免费的专线电话，你甲拍好通，0800-0500-668。0800-0500-668。好，来，感谢时间的关系，节目到这，我那爱讲过一段了。0800-0500-668的电话呢，咱伫咧 AM 七点以前啊，咱拢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。好，头拄啊咧讲到这个林松文事件当中，唯一啊被阿改上京去咧受审要斩头的哈，这个、其中多干那一个女性呀，当时拢总阿二十二个人就对啦哈。啊，这个刚好一个女性，啊，这个女性呢，啊，这叫做金牛啦，吼，金牛，啊，金牛呢本身呐，啊，伊的这个叫做故事呢，咱大概会当讲是讲安尼尔啦，吼，但是啦，佫较详细，都因为查无相关的资料，不哩个金牛到尾也是去予林松文吼，甲封做这个叫做一品夫人呢，是，吼，啊，伊用的是啥？用的叫做心理战，因这种叫做心理战，就是我先乎我的将士无，认定讲咱有生命附体啊，是，哦，啊，堪伊拼了对啦，吼，啊，刀枪不入，啊，但是一场战争，哪有可能讲咱这边拢无死半个，干那死因呢？啊，这四个人金牛就甲因讲讲啊，因命该如此，是，吼，命该如此，唔是我的法力无好，啊，这种讲法。有人相信无？哦，拢足相信。嘛是有人相信。这是什么年代？两百多年前的年代。啊，无，咱嘛较怪，两百多年前本来就无科学啊，那人本来就好呆好呆啊。啊，即马咱就袂啊啦。即马你来讲讲，我刀枪不入，你用笑死啊！都是酱油啊。你当时日本就是安尼嘛。哦，伊个飞行员，有人有研究调查出来，讲迄东西弄迄个。弄美国的迄个宗教，哎对对，迄个新丰特工队啦，新丰特工队听伊讲有食药啊，对，啊嘛是有人咧讲讲，唔是食药啊，是酒，哦酒哦，嘿是食迄个酒了对啦，吼啊用去冲了对啦，吼啊所以这战争哦，其实战争用药啊，吼不止干那发生伫拄则讲的这个大清帝国的时阵啊，啊是嘿拢有啦，是听伊讲拢有对，吼好，好来时间的关系，啊咱这部到这暂告一段落，咱后礼拜空中再会，再会，拜拜。